转圈圈，我也要来转圈圈。啊，好像喝醉酒一样。那你也要啊？啊啊啊！就是这，对呀、啊，这里有恐龙蛋吗？哈，这里是恐龙蛋，怎么恐龙蛋长成这个样子？对呀，啊，有很多颗耶，哇，这个恐龙蛋，可以呀、啊，但是不可以乱丢哦，哦，因为它是恐龙蛋啊，哇，太重了吧，你拿小颗一点。哦，这个掉下来，哦呦，这个很重，对不对？这个石头。对呀、啊。这个，哪个？这个是恐龙，这是恐龙时代的骨头。什么事啊？哇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颗小颗不一样的呢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因为大石头呢？这样，然后就是慢慢的变小。嗯，是的。所以滴到里面去呢，水呢会变很少。对呀、啊。会变成这样子哦。变成多少呢？那你这里怎么有一个长方形的？这个，这是这个呀，这个是纸哎、欸。